哎，露露，你要干嘛？啊！我现在猫突然冲进来，真吓啦！妈的，古拉塞，妈的啦！哥哥。女鬼桥二通关了，但听说有个隐藏结局，攻略我查好了，就带各位来冲一下另一个结局。打开篇章回顾，会发现确实少一篇，所以我们就从传说的终结这边开始吧。行，上次在那边看风景吓我，你们演变态，来，啊，吓死人了，哦，演变态。好啦，知影你足敖的啦，唔惊烧啦，唔惊烧，袂用转行去海山打卡饭药啦。好，先不管严变态，到隐藏结局的条件就是被他抓两次，用灯挣脱，把灯弄坏就对了。不知道灯最后会怎么样。来了。再等灯充电啊。喂，蛋姐，Coco 卖太紧啊，我要等灯充电才给你抓第二次啊。哎，露露，你要干嘛？啊！我现在猫突然冲进来，真吓啦！妈的，古拉塞，妈的啦！哥哥！好啦，进来。啊，哥哥不易啊！进来！有啊！来，哦，烧了啊！等会派去啊！有嘞，来去，哎呦，变态文的心脏，连大建筑师说是建筑师，桌子搞不定，然后自己的棺材搞不定。你是有什么困难啊？我怪家有钱，我交无女朋友，单身狗。哦，跳出！哎呦，哎呦，厝要歹去啊！这位哥哥，快离开这！来，卡车没夹到，然后再就是提着坏掉的灯去开门。灯说坏也还好嘛，还会亮啊，只是 K 一架而已。哦，开！结束了吗？终于啊！然后教官就去了。不要玩高高！哦，你还没停呢。现在谁想要被踢进去啊？哦，输去！啊，煞行去啊！怎么办？门还没有关。原来被演书文玩两次会变这样哦。回去吧。还有人在等你，你的手，什么？我跟你同齐来去，一定够其他办法。同齐来去，好啦。连淑玉跟魏子南，他们两个就麻烦您了。而且只有您知道这里的状况。如果连您也……哇！会变成徐海乐自己去啊？没时间了，教官，别担心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不是说好是大人的事吗？就教官，海乐，安怎啦？你要后悔较紧的啦。加细你啊！好啦，我会细你啦。
这样就达成第二个结局，步入深渊。而且为什么这个结局教官要讲台语啊？哦，这个结局就可以当甜心主播啊！Oh my！ 孤单老人。发生了很多事啊！还有教官突然台语变多了。为什么放这种音乐？主任吗？徐海乐，喂。着信あり。Final。拖这张真不错啊！咱多跑这个结局值得的。电梯里呀、啊！你卡成像漂亮表呢，小黄。原来电梯是这样坏的、啊。哪玩意？哈超可爱的狗狗。谢谢学长。